唉，是咁的，又是天水圍啊。不過呢，今次由西北呢去東北呢的上水啊，哎呀，我寧願補鐵算啦。啲垃圾九巴呢，阿二呀，唔知乜鬼 A 呢，又有狗司機呀。唉，你唔用咩 A 呢，都可以用咩 P 過去嘅。我站頭就喺對面啦，仲近過呢行去天佑苑上車呀。咁算啦，咁你慢慢搭龜速九巴啦，我就慢慢補鐵兜圈啦。今次呢夠極嘅一缺雌雄啦。
唉，垃圾九巴啊，咁样都搞咗成粒钟啊 ！ETA 咧又严重失准啦、啊，我一行到车站咧又送车尾啊！你知道九巴点垃圾啦，咁我宁愿再嘥多三个字时间补贴算啦，唔会车震啦、啊，唔会有狗司机啊，更加唔会有私家车违泊咧阻街啊！唉，不过就算我点慢咧，你补贴咧都系一定慢过噶啦。你补贴咧系会令到新界区咧嘅空间咧严重扭曲噶。系啊，如果好似上星期一咁咧，天水围上水宇宙大塞车咧，咁我又应唔应该咧补贴咧？总之咧，不是铁路就是地狱啊！